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宋一鸣，非常高兴呢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呢能在这边跟大家问候。我们知道每一年的圣诞节呢都是我们一个传喜信报福音的好消息的机会，那我们也期待呢透过耶稣的降生，透过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上的十字架，洗净我们的不义和过犯，能够有一个全新更新的生命。特别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呢，除了享受美好的假期，享受美食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他所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为这个恩典努力的传递好消息，传递的神要我们传递的福音。那也透过这个平台来祝福大家，在圣诞佳节的这个月份里面，能够事事平安，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也透过他的爱把这个爱传到地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满满的祝福和恩典。也期盼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装备自己起来，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再次祝福大家每一天经历神爱的同在，谢谢。